现在真的是经济不太景气，你知道吗？钻石也可以随你喊价随便卖。一颗三克拉的黄绿水钻，以精美的水滴切割，原价要卖86万的，现在以零元起标哦，听好，是零元哦，真的是非常难得。在新闻最后就以这个画面来跟您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也祝福您有个愉快的周六夜晚，以及明天星期天休假愉快。我是洪一慧，我们再会。今天卖是万事万秀诸王。